腾讯体育室，北京时间8月20日凌晨 ,2018-19 赛季法甲第二轮战罢，亚棉1-2不敌蒙彼利埃，莫莱特传射，斯西里破门，雷恩1-0力擒昂热，塞尔制胜，太阳一道一平尼斯，加纳哥救主，蒂荣2-0南特区两连胜，塔尔雷斯2战3球，斯特拉斯堡1-1平时人胜 IDI, 盖爷最后时刻救主，图卢兹2-1波尔多，伊塞卡和多塞维分别建功。豪门赛况，巴黎客场3-1逆转击败刚刚，内马尔传射，姆巴佩替补梅开二度，摩内哥主场0-0汉平里尔，法尔考下半时罚丢点球，里昂客场0-1爆冷不敌升班马兰斯，查瓦利亚头锤制胜，马赛客场1-3不敌尼姆，妥当破门男救主。本轮焦点球星内马尔，大巴黎与刚刚的比赛，内马尔点球破门吹响反攻号角，此外他还助攻姆巴佩破门。姆巴佩不愧是世界杯冠军加身的球星，下半场替补出场梅开二度，帮助巴黎逆转取胜。如此强悍的姆巴佩，巴黎怎会将他卖掉？法尔考与里尔的比赛，法尔考出任单箭头，下半场他本有一次绝好的点球机会，但哥伦比亚老虎主罚的点球被对方门将扑住，贝纳利奥、苏巴西奇不在，摩内哥还有贝纳利奥这名瑞士门神此役表现极为出色，他高接低挡多次化解险情，力保大门不失。塞尔这名雷恩攻击手在下半场打入制胜进球，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拿到三分。陶瓦雷斯、蒂荣偷号前锋火热的状态还在持续，与南特的比赛他独中两人，带领蒂荣拿到两连胜。新赛季开局两场联赛他打进三球，查瓦利亚作为蓝斯的头号前锋，与里昂的比赛查瓦利亚头锤破网帮助球队拿到三分。比赛结果，内马尔破门，姆巴佩替补二球，大巴黎3-1逆转刚刚，内马尔、迪玛利亚和维亚组成三叉戟，贝内德、拉比奥特和恩昆库构建三中场，蒂西和马基尼奥斯镇守防线，布冯把守大门。刚刚方面，努克斯单前锋，科科和小图拉姆两翼齐飞。开场后刚刚攻势很猛，第20分钟科科妙传，努克斯插入禁区顺势右脚推射得手一减令。第25分钟贝内泽进球被吹掉，一边再战巴黎用姆巴佩换下维亚。第53分钟一颗颗禁区内放倒内马尔犯规，内马尔主罚点球命中1-1。第82分钟迪玛利亚妙传，姆巴佩禁区内右脚低射破门1-2，巴黎将比分反超。第90分钟内马尔直传，姆巴佩抹入禁区，面对门将冷静挑射破网1-3，姆巴佩梅开二度，最终巴黎的客场3-1逆转击败刚刚。联赛两胜开局，法尔考罚丢点球，摩纳哥主场0-0汉平里尔，法尔考突前，罗尼·洛佩斯、约维蒂奇和姆布拉在身后，蒂耶勒曼和埃霍洛坐镇中场。里尔方面，莫斯巴突前，班巴、本齐亚和佩佩在身后。上半场里尔挡克为主踢得非常凶猛，但创造多次机会都没有把握住。第69分钟希里克禁区内犯规被黄牌警告，主裁判将手指向12码处，法尔考主罚点球被门将稳稳扑住，摩内哥错失绝佳机会，最终摩内哥主场0-0与里尔战平，升班马威武。莱斯暴冷1-0里昂两连胜开局，里昂在客场排出强阵，特劳雷、马里亚诺、德佩三箭齐发，图萨特、安多姆贝莱和奥尔构建三中场，兰斯则急需排出查瓦利亚的单箭头，马尔温马丁在身后侧翼。第32分钟柯南边路传中，查瓦利亚高高跃起头球攻门，里昂门将目送皮球入网1-0，莱斯主场取得领先。此后里昂全力进攻，但都无法攻破兰斯的铁桶防守，最终升班马兰斯爆冷1-0击败里昂，拿到三分。冷门马赛客场1-3尼姆托万破门男救主，尼姆排出博佐克和里帕特的锋线组合。马赛方面，
吉尔曼突前，托兰、帕耶和奥凯波兹在身后，桑松和古斯塔沃坐镇中场。第34分钟，迪亚洛传球，布安加禁区内六脚低射破门，一减令尼姆主场取得领先。第49分钟，桑松妙传，托兰突入禁区左脚攻门得手，一减一。第58分钟，萨尔换下托兰。第62分钟，第二步禁区内六脚攻门得手，二减一，尼姆再次领先。第86分钟，尼姆长传发动进攻，里帕特长开后卫禁区内倒地攻门得手，三减一。最终尼姆在主场3-1击败马赛。卡唐尼到伊尼斯卡昂牌，出巴乌姆、特乔昆特和宁家组成的三叉戟。尼斯方面，梅罗、马克西明和毛利达出击，塔梅泽、西普里安和达米洛构建三中场。第52分钟，赫雷莱禁区内放倒特乔昆特犯规，被黄牌警告，巴姆砸入点球，卡唐主场1-0领先。第82分钟，波斯塔里传球，加内戈禁区内头球破门，1-1。最终两队握手言和，斯特拉斯堡1-1胜埃迪安达科斯塔突前，冈塔尔维斯、马丁和托马森在身后。圣埃蒂安方面，迪奥尼丹箭头，汉穆马、哈兹里和卡贝拉在身后，姆维拉和塞尔奈斯坐镇中场。开场仅18分钟，圣埃蒂安后卫苏博蒂奇被红牌罚下。第55分钟，恰奇传中，冈卡尔维斯左脚劲射破门，斯特拉斯堡主场1-0领先。第88分钟，德比西传中，盖耶禁区内右脚攻门得手，1-1。最终斯特拉斯堡主场1-1与10人圣埃蒂安战平，图卢兹2-1波尔多伊塞卡单箭头，多塞维、马努加西亚和格拉德尔在身后。波尔多方面，普雷维尔突前，卡鲁、桑科哈尔和贾马诺在身后，普拉希尔和莱拉格尔坐镇中场。第16分钟，穆班吉传球，多塞维禁区内左脚攻门打中立柱弹出。第44分钟，桑加雷传球，伊萨卡外雷右脚爆射破门，一减令图卢兹主场领先。第50分钟，布里恩的传球，贾马诺禁区内右脚攻门得手，一减一。第67分钟，格拉德尔传球，多塞维禁区左侧右脚低射建功，2-1。最终图卢兹在主场2-1击败波尔多，拿到三分。亚年一到二蒙比利埃，亚年排除科纳特的单箭头，奥特罗、门多萨和科尔内特在身后。蒙比利埃方面，德洛特和拉波尔都联袂锋线。第52分钟，孔格雷传球，莫莱特外围右脚远射破网，0-1。蒙比利埃在客场取得领先。第71分钟，莫莱特传球，斯西里禁区内右脚攻门被门将挡出，斯西里补射破门，0-2。第82分钟，希尔顿禁区内手球犯规，主裁判处以极刑，科纳特罚入点球，1-2。最终蒙比利埃在客场2-1击败亚眠，雷恩1-0昂热萨克突前，萨尔、格雷尼尔、斯里基和鲍里高德在身后。昂热方面，福尔吉尼、坎加和泰特三箭齐发。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，安德烈传球，萨尔禁区左侧右脚劲射破网，1-0。凭借萨尔的进球，雷恩在主场1-0击败昂热，全取三分。蒂荣2-0南特陶瓦雷斯突前，让诺特、斯里蒂和萨马里塔诺在身后，埃贝德和洛奥迪塞坐镇中场。南特方面，萨拉丹箭头，埃万格里斯塔、隆吉尔和博斯奇利亚在身后。开场近8分钟，哈达迪头球摆渡，塔瓦雷斯门前接射破门，蒂荣主场1-0领先。第73分钟，隆吉尔传球，塔瓦雷斯包抄梅开二度，2-0。第78分钟，图雷被直接红牌罚下，南特只剩10人应战。最终蒂荣在主场2-0击败10人南特。科伦菲安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